先是打开气道啊，清除口腔异物啊，然后放置体位。先打开气道检查呼吸，你看二听三感觉啊，没有呼吸啊，这时候要吹气两口，捏住他的鼻子吹，松掉，然后检查脉搏啊，没有脉搏啊，开始做人工循环二指法定位啊，二指法定位的时候一定要沿着他的肋骨往上走，对准。手臂伸直啊，屁股前倾啊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，这一套动作是一直要做到医护人员到场为止。